边边。男人表面上是衣冠楚楚的顶级财阀，背地里却是个十足的变态。金钱对他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所以他就专门建了栋别墅，供他挑选各色美女享乐，一旦不满意就直接杀掉。然而到了白天，他就化身亲切的议员，到菜市场跟普通民众互动，还品尝他们做的泡菜，甚至为了能够争取更多选票，不惜当众下跪，表示自己甘愿为群众做牛马。在他精湛演技的迷惑下，他的支持率持续攀升，很快将第二名远远甩在身后，成为下一任领导的候选人。而随行的妻子只因跟小贩多说了一句话，回家后就被他拿着皮鞭朝他背上疯狂的抽打。妻子小美原本是最当红的女明星，却被老朴看上，设计他欠下一大笔钱，最后又英雄救美取得小美的信任，成功抱得美人归。但嫁入豪门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不仅每天被保镖严密跟随，还要随时接受老朴的电话查岗，再加上他是个变态，压力大时就打自己发泄怒火，这样的生活对小美来说苦不堪言。于是他决定要反抗，半夜他来到一家手机维修店，将自己摔得粉碎的手机交给对方，让他帮忙恢复里面的数据。老板兼店员小帅是一个落魄黑客，他一眼就认出来眼前的女人是曾经的大明星小美，因为他是对方的粉丝，他还激动地拿出自己屏保给小美看，表示他已经喜欢她20年了。但小美并不想跟他有太多接触，交代他赶紧恢复数据后就转身离开。激动的小帅连夜为女神服务，火速复原了数据，同时也发现了对方的秘密。原来外表光鲜的女明星私底下却是丈夫的出气筒。朋友大山看到这些照片，怂恿小帅多要点维修费，毕竟这样的大肥羊不多见。于是当小美来拿手机时，小帅便狮子大开口的索要500万，没想到小美豪气的加到3000万。500원복부비용나머지는한구에대한비용입니다한구요촛불이입놀리다난죽어요그런아픈짓은안하시길바랄게요但当大山得知此事后，却认为小帅要的钱太少了，因为3000万对小美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她一个大明星却遭丈夫暴打，再加上她是领导候选人，他们这些普通民众有责任为女性打抱不平，同时也有义务揭发候选人的恶行，不能让老朴这样的人成为领导，只有将这件事曝光，才能让女神不再受苦。于是小帅成功被大山说服，便立即让他这个三流记者写新闻稿。但两人也非常清楚，如果他们随便把文章发出，以老朴的财力和权势，绝对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两人来到了一家网吧，趁旁边人上厕所的时间，来到对方的座位把文章发了出去。在两人筹划这些时，小美着急忙慌地赶回家去，差点被老朴发现端倪，幸好新来的保镖是小美的爱慕者，还没有将他的行踪暴露，小美因此对他感激万分。小帅他们的文章发出后，瞬间引起了巨大反响，但老朴的公关人员连夜将文章删除。等小帅次日来到店里时，发现一群黑衣人在翻找东西，小帅撒丫子拼命逃跑，一路过桥钻洞横穿马路，最后从狭窄的小巷钻出去，恰好遇见小美开车停在他面前，他立马开门坐了进去。原来昨晚小帅的文章发出后，老朴立即意识到是小美出卖了他，为了让小美交代他的同伙，老朴无情地鞭打他，但无奈小美也被小帅坑了，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不过遭受一番毒打的他已经明白问题出在小帅身上，为了自己的复仇计划能进行下去，便索性过来接应小帅。一路上小美都在责怪对方破坏自己的计划，因为小美本想在老朴竞选前将那些照片曝光出去，这样就能彻底将老朴给毁，但如今小帅他们的愚蠢举动却提前让自己暴露，小帅对此非常抱歉。于是小美为了让他弥补，便告诉他老朴藏了巨额赃款，但他把证据删得一干二净，小帅现在的任务就是恢复这些数据。제가김태산폰을복제해서종이폰을만들어볼게요미러링을통해서제어도하고폰을통해들어오는정보들이미저장되어있는것들알아낼수있을거예요小美表示会跟他里应外合，之后便把他放在路边，让他自己想办法躲起来，而小美则立即赶回美容院，因为她是以护肤的名义出来的。此时保镖接到老朴的指示，正在使劲敲门试图闯进小美的包间，可开门的却是老朴的竞争对手江罗。就在两人纠缠之际，小美及时走到他们面前，保镖这才按老朴指示拍下小美的实时照片给老朴发了过去。而终于脱险的小美来到房间里，并把江罗的车钥匙还给他，原来小美是靠他的帮助才能及时救下小帅，之后小美便准备换衣服走人，一旁的江罗突然注意到他背上的伤，当即关心地跑过来询问，但小美并不想透露太多，就穿好衣服离开了。他并不知道在自己走后
江罗立即给手下打电话，让他们盯紧小美。原来江罗是为了能够扳倒老朴，特意接近他老婆。如今小美背上的伤让他更加确定，老朴肯定有惊天大秘密，这大概率是自己彻底锤死他的杀手锏。而小帅刚下车没多久，便被老朴派的人追上，他赶紧施展自己的飞毛腿，才勉强跟那些人拉开距离。紧接着他又半路劫持了辆摩托车，这才终于甩开了那些人。而小美则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跟往常一样伺候老朴，还接待了老朴的儿子小朴和他未婚妻。小美为了能够出门，假装不小心把菜打翻，便顺利地出门给老朴买饭。到了饭店，她趁后厨做饭的间隙，用他们的电话跟小帅联系，商量好了复制他手机的计划。当晚小美给老朴端去加了料的茶，等他喝下呼呼大睡后，他便来到老朴的书房，在小帅的指导下顺利将老朴的手机植入病毒，当即看到了江罗和小鲜肉男友的照片。原来老朴早已掌握对手的弱点，而小美借着回娘家的机会跟打扮成维修工人的小帅见面，告诉他老朴有个秘密别墅专门用来跟女人享乐，刚好三天后是他的生日，到时候他肯定会去那里，只要拍到他跟女人见面的证据，那他们就有胜算了。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江罗派人跟踪小美，并拍下了两人见面的照片，而那个人刚好被老朴的人抓到。老朴顿时火冒三丈，立即派人将正在买手机的小美抓到他自己的酒店里关着，并将他新买的手机没收。等那些人刚走，小美又掏出一个手机赶紧跟小帅联系，而他自知能力有限，用老朴的私密照片为报酬来找江罗帮忙。江罗很快便带着警方的人顺利将小美带了出去。小帅三人为了躲避老朴的追杀，躲进了深山的露营区。而大壮一早醒来，发现老朴给一个叫颜真的女人发了条消息，让她到别墅去伺候自己，而小帅则不见踪影。他赶紧跑出去寻找，却见小帅从小美房间走出来，但他来不及扒光，赶紧把老朴的消息告诉两人，三人立即赶往上面所发的地址。在车上，小帅他们才从小美口中得知，颜真竟然是老朴未来的儿媳，这复杂的关系炸裂了几人的三观。为了让小朴看清自己的父亲，小美在监视软件上以老朴的名义给小朴发消息，让他也赶到别墅。等三人来到别墅附近的山上时，果然看到颜真走了进去，但三人很快被老朴的人发现，也被抓了进去。就在老朴逼着小美杀掉大山和小帅时，小朴及时赶到别墅，发现自己女友竟然跟父亲有染，立即跟父亲起了冲突。老朴一怒之下将颜真打死，又走出门去让保镖把小美他们全杀了，可他自己却被儿子亲手打死。随后小朴也开枪自杀，这真的是坏事做尽最后自觉悔。